6000多块，哥哥，这太贵了，我买不起。这一次这一款最近新出的。今天要化身工商，哎，你们现在好像都觉得我一开视讯我就要干嘛？我就说我今天拿到这件衣服很开心，拿到爸爸寄来的衣服很开心，我就穿一下。不是什么工商食物，哎，我的 Uber Eat 等一下就到了啊，我订的等东西等一下就到了。So quiet， 真的都没人啊？哎，全说回来，睡啊，真的都没人，我外送要到了，我要去拿喽。等一下，这时间点差不多，外送好像要到了，我先去拿一下。等我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刚好脚步声吗？有吗？在哪里？别吓我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拿一下工商。所以拿一下吃的啊！刚外送送货员送过来了，这东西，这什么？怎么有个东西过来了？哎，刚外送拿过来是什么啊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这个牌子是，这个是，又是那个，就是那条蛇啊！怎么会？外送为什么要送我这个？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啊？好香啊！你们这个今天的晚餐，你们还记得上次的工商是什么 ？Black Sis Ultimate 无限滑鼠。今天这个是什么 ？V2 有看到吗？大大的一个 V2 在这里啊，香不香啊？想不到吧？啊，是不是想不到啊？上次是不是介绍过无限的？这次介绍有限的啊？哎，等一下，看到人了。别动，小子。我已经锁定你，为什么刚刚能这么稳定？因为我按下了他旁边的辅助按钮，狙击稳定。上次我知道那款无限6000多块，我还说叫你们存钱什么的，一定有小朋友会觉得什么6000多块，哥哥这太贵了，我买不起。这次这一款最近新出的2799，你们红包钱拿一拿，绝对买得起，好不好？2万 DPI。绝对够你用啊！我先拿车，稍等我一下。话这么多，赶快吃，很香啊！已经接上去啦，车翻了啊啊啊啊！我在哪？我是谁？这里是哪里？算了，又跑的。下鼠轮，下鼠轮，快跑，快跑，下鼠轮！不然这开车子过去，告诉全世界啊，我在这啊！先跑！咱们在山上拥有绝对优势啊！这里有个坡，进可攻，退可撸，没人了是吧？冲啊，兄弟们！枪在手，跟我冲！刚那边一个嘛。我觉得前面应该会有个人。哦，看到！好啊你！啊，剩一个，哈哈，你在哪里，小子？我来抓你了！站着哈，站着，站在那边在干嘛？在看什么东西？受不了啊！真的是勇往直前，杀上去，没错。虽然有限滑鼠不能像我上次那样子带着走。不过，这一款 Speed Flex 缆线啊，最低脱衣阻力，这个这线真的很软，各位我不骗你，这个线超级软啊，软到可以缠在我手上，这个线真的有够软的啊，轻飘飘啊，轻飘飘。刚看到有观众问啊，什么这个滑鼠有啥功能？哎，上次无线的是不是也11颗可编程按钮？这一支也是，好不好？这支 V2 一样，11颗可编程按钮。再加上了它侧边的这个 Hyper Shift， 这个按下去之后组合更多的快捷键，好不好？这个滑鼠真厉害啊！五组内建机体设定，今天我在 A 电脑用这一组，这五组在 B 电脑也是用这五组啊。干脆直接跳大成钢枪好了，挡起来，反正该讲完的讲完了。不是，多少钱有讲过吗？有，讲过2799这一款。2799啊，3000块有找，各位，我教你们算钱。过年红包是不是大家都是1800、1200？你就算，你拿1000块，你只要拿3次，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拿一拿就4个了，亲戚表哥表姐拿一拿有了，买下去了。跟你讲，过年拿到红包买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要是比如说啊，我只有5个人，我家有5个人，可是每个人就500。这样总共2500怎么办？各位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2500能干嘛？这次除了这款新出的，另外还有一款 Death Adder
啊 ，Death at the V2 2500那款也可以啊 ，Focus Plus 感应器那款也可以买啊，重量很轻，一样2万 DPI 啊，一样五组设定，跟这个一样五组，但它的可编程是八颗，那款便宜一点点，也是新出的，雷蛇新出的啊，有空去看看。我帮各位都想好了啊，我都想好了，2500、2800都想好了啊。啊，如果你今天红包很多，一个拿一千，拿有5000块、5000多块的，两只都买的，好不好？两只都买了，最新的滑鼠拿在手上，雷蛇在手，潮流跟着我走啊！啊，有种中间见啊！你们这群人啊，你们这群人，哎，我靠，这里有一个钢枪啊，钢起来，钢起来，热血开钢啊啊！我怎么在外面啊？完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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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哑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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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枪枪枪枪枪枪！妈的！啊！这绝对是效果，各位相信我，实况上必须还是要有点效果的，不是枪不够硬啊，这绝对是效果的部分。我有时候开实况会稍微效果一下，对，耶 ，you know 效果，你们知道效果两字怎么写吗？知道像这样。对，我觉得工商太用心，我刚刚一直在很用心的分享滑鼠给各位，分散了我的注意力。怎么又是沙漠？从哪里跌倒？从哪里站起来？再一次，这一轮认真给你们看。就像我这么硬的枪法，你们知道怎么可能落地99名嘛？什么落地成盒是什么？这是效果啊！这必须要点效果来缓和一下情绪啊！你们懂吗？开闪见真章啊！哈，就是你压的是不是？来，钢枪啊，兄弟！哎，看他怎么在对面。你不要以为你在对面我就弄不到你，他应该在大房子里。再次，不算，那个刚那个不算，我刚拿出枪，我刚拿六倍镜，我傻眼，我就不信，我就从这里站起来给你们看，我不信我走不出这里。雷蛇在手，潮流跟我走，吃鸡离我走。为什么后面那句多一个 slogan？ 不要乱篡改我 slogan， 不行，你们不可以乱篡改我的 slogan。阿内姆汤，哦，阿内姆汤，什么无三不成理？你们不要在那边嘴我，真的是，我不讲话就不讲话，不理聊天室，不能理聊天室。每次不能吃鸡，基本上聊天室要负责很大的锅啊。他们一定会说我在怪他们。跟你讲，每次都是这样，他们。越是这样讲，他们就是越心虚，你知道吗？新来的观众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的台就是这样子，多半都是聊天室在影响我个人的行为啊。他们要我干嘛，我就干嘛。他们刚要我死，我就去死给他们看。干得好，把锅甩给观众。什么把锅甩给观众？我是那种这么缺德的实况主吗？在攻上什么 Black Six V2 2799雷蛇最新滑鼠。有问必答型实况组，刚刚观众问了啊，必须得回答，看到就得回答啊。像我现在它11颗按钮，我就把旁边两个变 Q 和 E， 就是瞄准的时候 Q E 这样 ，Q 这样不看 ，E 这样又看，这样比较直觉一点。感觉这里有哦，哎呦，先看一下这空落哪里，我怕它落我这里啊。哇，这落这、啊，那我过去装一个。等我的空投来。八倍镜，三级包，医疗包，六倍镜丢过去，跑的侧。等一下，这个吉利一不太吉利，这吉利一穿了会出事。哎呦，这么近也炮，我真是炮行欸，这样都没死，傻眼。哎，就躲这棵树吧，行不行？努力中啊，行不行？看到了。
爆头 headshot OK， 在视讯结束的最后再告诉各位，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Black Sis V2 2799啊，2万 DPI， 7000万次点击寿命 ，Speed Felix 缆线啊，非常柔顺的线条，11个可编程按钮啊，整支滑鼠 RGB， 5组内建机体，好不好？到这边，感谢大家，过年了，领红包了，买下去了，不知道要送家里小孩怎么的，买下去了。